谢谢钟才颖，才颖好久不见。那我还是很喜欢听你唱歌，我觉得你的歌声是天生的，而且你的歌声里面有一个温暖甜美的感觉，那个是做不来的。那你总是唱歌就是那么优雅，然后那么的好听，这个是真的，就是大家一直很喜欢听你唱歌的原因。很顺畅啊，很圆润的各种的，也不会太多的矫情的一些表情。好，那我希望你可以继续保持这种单纯的唱歌的感觉。那当然有很多的，往后你会慢慢长大，那有很多的歌会给你不同的感受，那你就是要再用心一点去感受每一首歌它的意境啊，它的歌词啊怎么样，你再透过每一次的演唱再把它多表现一些你的人生经验跟你歌曲的结合。我相信你未来一定是一个很棒很棒的歌手啊！继续加油、啊，谢谢老师。好，才颖老师好。哦，才颖的声音真的很好听，非常好听。我觉得有这样的声音，再加上你的技巧，很厉害。给你一个小小建议，就是有一些地方你在滑音的时候，可以稍微再顺一点。有时候你那个角度有点太明显哈、哦，比方说。就像有过头，你会头，会那个角度稍微再让它整个顺一点，你的唱歌就会非常非常好。好，